活力，就是我说我用的手笔箭头说 Google 表格点开来练习做做看呢，底下就有一个没有看到的举下手，我立刻过去。传道主的事情就算了，对，这样就算你有这样子。那传福音，你有把小卡片传给你的朋友，就叫传福音了。好，有疑问的请提出。第四项在群组中分享是哪？好，群组我们就大群组，我们起的时间会那我们大释放，你记得还是？都我很晚睡，如果我很晚睡，我觉得十二点对我来讲就早睡了。十点半，每天十点半交作业，这样子。以前的女儿，哦，慧玲。